第八题，小华和小明分别坐在跷跷板的两边，结果跷跷板往小明这一边向下倾斜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跷跷板的转动呢，就是因为力矩的关系，力矩比较大的呢，就会朝这个方向转动，顺时钟力矩大就会顺时钟转动，所以呢，往小明这边的向下倾斜跷跷板，就表示小明这边力矩呢是比较大的。第八题问我们说，结果跷跷板往小明这一边向下倾斜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小明的力矩大于小华的力矩。